Hello， 大家好，我哋系第七届香港 KK 歌唱人大使。Hello， 嗨，多谢你哋。系啦，我叫阿轩。阿轩。Hi， 我系 Christy。可唔可以讲埋你哋读咩大学？我叫阿轩，我读紧树人大学。我系 Christy， 我读紧香港中文大学。哇，中大好 ，Christy， yeah。Hello， 我系 Dorothy， 我读紧都会大学。我系 Dorothy， 系咪真系何文田？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lphys， 而家读紧香港科技大学。Alphys， 科大嘅 Alphys 好。Hello， 我是城市大学嘅 Cookie。哇，我哋好近喎，我哋都系九龙塘。我系蒸蛋，我读紧香港大学。你蒸蛋？系啊。哦，港大蒸蛋，哦蒸蛋。點解會叫蒸蛋嘅？你會中意食蒸蛋？係有段古嘅，係，即係可以分享下。即係咧，你咁 fit 你個高度嘅，點解要用麥聲？點解你自己又有另外一支麥嘅？哦，佢哋後面會有麥。哦，好好好，係。點解會叫蒸蛋咧？你即係你聽日咪揾咗其他你嘅朋友嚟 join 你嘅 join 你 live 嘅。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是，即係我之前已經聽咗佢好多嘅歌，你可以估下邊個嚟嘅？就中。點解你會知嘅？唔使估啦。跟住然之後咧，咁我就聽佢歌啦。咁有一次我咁去簽名，咁因為咧我嘅英文名咧好難串嘅，咁我就咁趕時間啊嘛，咁我就嗌佢，咁你寫我中文名，咁我中文名一個情字啦。咁然之後咧，咁佢簽咗成個眼睛個睛字咁。跟住然之後我就即係翻到屋企咧，好笑。跟住我翻到屋企我就好嬲咁樣，即係同我 friend 講，我蒸啊，我係叫情字，想蒸蒸啊蒸蛋啊。跟住之後咧，跟住我 friend 就唔係，可能係蒸魚啊咁樣啦。跟住我就話。唔得，我要叫蒸蛋。跟住嗰啲 friend 嗰啲咧，就從此就叫咗做蒸蛋。我哋隔離都有劈雞蛋嘅，你知唔知啊？一陣我就會表演蒸蛋。唔係你要喺呢度蒸咯，你我哋熄曬冷氣。有冇電蒸？有冇電蒸？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你哋會問我問題噶嘛？我哋有少少一個，咁大家係想唱歌先定問問題先？睇下你哋意願啦。睇下意願啦。係啊，好啊，流程。好，我哋即刻變咗做訪問嘅階段。好啊 ，Christy， 耶！我就知道，唔好意思啊，拉低啲個位。係唔緊要。我想問，覺得有三條問題想問。O K。記得埋呢個麥，我驚出面聽唔到。O K， 都聽到。係聽到嘅。都有三條問題想問啊，我想問咧，你覺得你作為學生或者歌手或者係學生歌手？現在有些什麼框架是最重要的，現在是怎樣做的？ Schedule 咯，真係頭先 schedule 表嘅，即係時間表。係啊，因為咧，我上堂我係讀緊浸大演技，我讀緊浸大演技嘅。咁我演技咧，其實得16個人一班，所以咧，其實我唔可以好似大家，即係有啲可能百幾二百個人上嘅啲科咧，可能嗰啲會有兩個 session 嘅同一個 course， 我冇嘅，我一定即係我冇得調嘅 major 嘅 course。咁我唯一可以調嘅都係 GE course 嗰啲先可以調，咁所以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好多九點堂嗰啲，咁樣好難嘅，咁但係就冇得調咯。嗰啲我就好想跳出咯，咁但係呢啲真係佢冇計，得十幾個人，冇得真係為咗你而上堂。我收唔到錢先啦，你讀咩啊？全球經濟與金融，梗係有聽過啦，依家啱啱聽咯。全球經濟與金融 ，OK。我而家幾 OK， 但係。係啊，都係俾人發。係啊係啊，因為點上嘅知你邊個冇翻到啊嘛。係，我都明白呢個框框，我都認同。仲有第二個問題咧，我想問你覺得你依家喺度變咗做咗大學生嘅，你覺得大學生嘅生活咧係更加令到你容易啲跳出框框啦，定係即係更加高框框，即係令你一個？我覺得兩樣都有，即係我第一樣嘢係跳出框框嘅話就係、是，好似我頭先咁講，即係大學會令到我有一個意識，就係你好多嘢都要自己負責翻個後果。咁但係另外同一樣嘢，佢都俾咗好多框框我咧，就係、是、有啲時間我要翻學就做唔到嘢。即係例如其實今日呢個24個鐘 busking 點解要揀星期六日，就係因為我唔使翻學。咁其實如果唔係嘅話，可能都會揀翻啲平日嘅日子去做。我梗係冇走堂啦，即公司都唔俾我走堂。尤其是依家即 Year Two 唔走啦 ，Year One 用曬 full 堂。走堂呢個重新，重新嘅我係。所以就係大家都唔可以走，我哋要差
你有冇走堂啊？你哋？就再講。再講，再即係有。我唔解釋。唔講咁多啦，你又開曬名。係啦，所以費事大家都即係，但其實我啲同學都知道我同學先。係，我孭住支吉他先。好。你夠唔夠？係啊，最後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我想問你覺得即係讀書嘅行唔行？因為其實你由中學開始已經要出到多數。咁呢、這個歲數大家都話哇，使讀書啦 ，DSE。咁但係你就玩音樂嘅，咁會唔會即係令到即係算唔算一個跳出咗你行一般嘅我做學生讀書其實我都冇跳出嘅，因為我都有讀書嘅。即係你冇講到好似做咗歌手之後冇讀書，我做咗歌手之後係更加俾力去讀書嘅。係啊，咁就係我覺得有啲框框係大家一定要遵守，即係我覺得有啲框框係維持緊所有嘅運作嘅一啲必須嘅。咁但係你要有一個意識去打破。你要夠膽行勁嘅，係唔使跳曬掣嘅，係適當的跳。三題。係啦，三題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家啲框框好好聽，我哋貢獻咗好多 feels。貢獻咗好多 feels， 多謝你哋。個 MV 有冇睇啊？有睇喎，隧道拍好正。隧道拍好正。我有睇你點講點。跳出呢個框框，咁你覺得我今日呢個 challenge 夠唔夠跳出框框？你可唔可以幫我講解一下呢個 challenge？ 其實你哋知唔知我今日係你喺呢度做咩啊？24小時。冇錯，其實我今日咧就係你呢度24小時 busking 啊！咁咧你哋係我第幾組咧？第三組嘅嘉賓咁啊！多謝你哋，你哋今日使唔使翻學嘅先啊？唔使，我哋唔會走堂。你唔會。係啊係啊，可能我今晚之後咧就好眼瞓嘅。咁啊，交俾下一位問，係好啊好啊好啊。交俾我哋一齊唱嘅。係，交俾你領唱，交俾你領唱。領唱團體，因為我最近聲帶啲問題，所以你哋再多啲 support 我。緊要，我哋有位仁兄抱住 busking。係邊位啊？邊位 busking？好，唔怪之企曬上嚟啊！要做第一組，咁你要讓翻位俾佢，讓俾你又唔做咗住。再提一提，你叫阿軒，阿軒好，阿軒張嚇、啊，你知唔知呢間公司係唔可以落亂認阿軒呢個名喎？係啊，軒你想叫軒咩啊？軒仔啊，軒公啊，定軒仔？軒仔，咩軒仔？軒仔，係啊係啊，咁你會想叫阿軒咯咁啊？阿軒啊，咁我哋今日有成功邀請到阿軒啊，英皇 Pop Store 嘅阿軒啊，係啊，咁啊同我哋一齊唱呢個第一首係《有共情》啊，有冇聽過啊？因為咧，我哋咧諗住你個樣好似咩？唔緊要，嗰陣係 Well Train 嘅 Busker， 每個禮拜都 Busker。我間唔中嘅時候，哦好啊，即係揾內快嘅，我 block 到你嘅視線啊，冇事，因為你唔會唱嘅，哦好好。呢首歌咧，其實點解我揀呢？係因為你哋中學嘅時候有冇小學嘅時候畢業禮有冇唱過呢首歌？有啊，同年代。我哋過下數先啦，我哋大家都係 Gen Z， 我03嘅，你呢？哦，你大我少少咧，我04。04。零二，喂，零二最大喎，原來去到呢個位已經。好啊，咁啊，第一首有共情啊，大家記得一齊。下雨天衝過你從前，頭像上那可愛片段，突然又已一年。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在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我仲真找不到缺点，你我
相见，随年华月深深碎暴雪，有共情从难扭转，深爱那热恋仍是真心。你还识唱一段英文啊？我唔识嘅，因为。台上上个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见，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月深深碎暴雪，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The future will be time is changing, nothing to be there. Cause the 时光可变，人生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月深深碎耗。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Thank you， 我哋呢个联校嘅合唱团啊，我哋联校合唱团，大专联校合唱团。咁其实点解可以形成到呢个合唱团咧？就是因为他哋一二三四五六位咧，都是呢个 KK Box 的校园大使嚟啊！好辛苦啊，佢哋系啊，唔辛苦。系咪见到我就唔辛苦？见到我可能仲辛苦。咁啊，嚟紧系咪有更加多嘅问题啊？拎得慢啊！仲有好多问，呢个系咪每人都有三题啊？你抽翻落嚟插嘴。点啊，蒸蛋？蒸蛋，你知唔知道依家气温系几多度啊？我唔知道。你估啊，好热啊出边。见到我升，都系烧滚了我。你知唔知 BOP 天堂点嚟过屋企？25度啊？点解你知嘅？你做乜？你做乜开俾人睇啊？呢个系边个你啊？佢系蒸蛋。佢係蛋液啊！佢係你個 fans， 因為佢係蛋液。好，咁你有咩問題啊？我有咩問題？即係因為我知道你有係公司主題 slash 啊，即係你有歌手啦、主唱啦、歌手啦。我係 full time 版嘅 slash。係啊，蒸蛋咯。係啊，所以就想問下你，即係你點樣分配你啲時間？即係我覺得我哋翻學都已經好忙啦，咁你要full time 唱作歌，寫戲玩嘅時間咯，即係咁我相信大家即係可能除咗翻學都會可能點啊？做咩？呢個係咩？我送俾我嘅涼茶，多謝曬英皇娛樂嘅同事。咁我相信你哋除咗翻學之後，有冇玩掃啊、上妝咁樣？咁多全部都有。上咗妝咩妝啊？你上咗 storage 啊？即係 Muso 啊，哦，刀大嘅 Muso， 編仔，電影，哦，我應該上兩次，你知上兩次裝，兩次一次一齊，你仲要含住一嚿棉花糖，棉花糖嚟得太突然，哦，我上咗我自己方嘅妝同埋配合舒服清洗，哦，符合咗符合，哦，我有玩過 Elvis 好像就上咗啲聯繫嘅商學。聯校嘅商學，你哋兩位就唔上
咁又玩數啊，玩 OK 嗰啲啊，係啦，咁我就係寫起啲詞啊，梁小偉呢啲啊。同埋咁，因為咧，我想知道，因為你唱作歌手啦，咁我想知道，即係你自己作曲啦，跟住參加啊，所有歌都你自己作啦，所以我知道你嚟緊有啲歌係作俾其他歌手唱噶嘛。咁所以我就想問下，你作歌嘅時候咧，你嘅靈感係，即係你會自己坐喺度，跟住就逼自己作啊，跟住會有靈感上面。我通常都是用 KKBOX 的時候啦，即係用 KKBOX 聽歌的時候啊，聽到好像有啲靈感喎，咁樣即係聽嚟自歌手的歌啦，即係靈感啦，之後就寫歌咯。咁其實通常我暫時嚟講，我喺靈感上都冇乜阻滯，即係我很快就諗到一個，同埋我係採取呢個做到就做，做唔到就唔做嘅方法，即係可能我我想問點解突然間係會錄嘅？係反光啊嘛，玻璃係係啊。咁啊，頭先講到邊度？我唱我可能我十分鐘內寫唔完嗰首歌，我就唔想嘅，係啊，咁又唔會真實，即係唔會打擊。咁但係呢個方法係最尊重，真係冇人咁樣寫出嚟。係啊，唔寫啊，會大啲咯。玩傳說咯，玩傳說。可以玩啊，咩神啊，咁樣打波咯。咁啊，仲有第二個問題。我想講下你中國方向嘅方面。好。因為咧呢、這個歌就講即係冇俾大家困住，俾呢個世界或者咁多嘢吸引住啦。咁但係咧，咁我哋 Gen Z 即係啲大人最中意就係啊，有啲做小嘢啦，好似你歌詞咧，就攞住。你咁睇先可以成作為，即係覺得。你都做唔到嘢㗎啦，即係佢哋就攤住咗你啦，跟住就覺得啊，你一定要讀書啦，你要讀大學啊咁先。我想問下你，對於呢啲即係框框，你想同啲，你想同啲，你啲框框攤住咗嘅，有啲咩想講，同埋點樣去突破呢啲框框？點可以突破呢啲框框？好難嘅課題，但我有咩想講嘅？都冇，我覺得有時等人咧去撞板咧，先知道自己喺框入邊嘅先有意識去轉場。即係有啲人可能成世都喺個框入邊，我自己唔知道自己個框點樣，佢點行點樣嘅，會唔會啲你哋有冇遇到啲咩框框嚟㗎？有冇第一問？有冇？係啊，有嘅。所以嗰時我轉行，我初中就覺得大隻就好多。你都幾靚仔啊！睇下你都幾靚仔啊！你叫 sorry 嘅阿軒 Elvis。靚仔得滯記唔到啊！哦係啊係，我一開頭睇 Cookie 咧，我以為係靚仔。係你點解你會叫 Cookie 咧？係點對做咩？因為我咧，我名叫 Cookie， 知解小學嘅同學係同學係喺嗰度做 Cookie 就我畢咗業，即係細啲啊，未必嘅，可能之後改嘅。做 Rock 好咁啊，仲有冇問題？你係咪有三題啊？阿奇。專一擔當，好貼心啊！面對世界變化，每日變化怎來猜？情緒的處擺，暗中知道狀態，但愛你卻已分開。要怎樣察覺？只懂去追，一不小心不對。身體變去，等先，有啲厭眼嘅 feel 喎，佢太細。身體變去，不敢講出心聲，卻滿肚苦水，無力讓你崩潰，多次就快死去，這刻允許，請准你對自己講一句，世界與你平安。將千般重擔，全部背負直行，當然不簡單。世界與你無關，讓我為你負擔、其實你並不孤單，你並不孤單。唔該你軒仔，你唱啊軒仔。
面对世界是你，你的标准怎去理？被记起爱里散发着你，但又有那个恋人伤心早远飞，不可以去，不怕背弃，终可以拥抱你。怎么进取，过你心得到一堆也不甘心。力让你崩溃多次，就快死去，这刻允许，请准你对自己。我要啲女声啊，点解啲女大使唔出？你讲一句，世界与你无关，抛开天使往前冷，随心快乐像蝴蝶喜欢花瓣。世界与你无关，愿你何故选择，留在记忆里消化，先将身心都悠悠好再出发。在面对崩塌，让没有终点这一刻，要怎对抗世界每天的风大？世界与你无关，不必将千吨重担，全部背负直行，当然不简单。世界与你无关，让我为你。手牵手一起壮大，同在赤地浪流也配觉短暂。世界与你无关，让我为你孤单。其实你并不孤单，你并不孤单。六位第七系咪第七届啊？啲波擦完大使，我哋一齐合唱嘅世界与你无关，真系唔记得咗歌名。好，系咪嚟到下一轮嘅 Q&A 环节啦？我今次你哋 K Boss 派出嘅系英皇娱乐派出浸大王家。哇，你咁高嘅，我今日英特登着咗呢个鞋垫再加增高鞋。我哋是第七届 KB Ball 策源大使，我是 Dorothy， 我是 Elvis。 今天就同人搭上这个24小时的 challenge， 现在望一望个钟都仲有21个钟23分钟。咦，你刚才说的话一起，你是不是留参与一部分？我参与一部分。咁第一題就係而家隔年演出嘅第80，咁第一次係自己作，咁我會諗過想唔想自己自我創作？想我見到你嗰邊嘅同事啊 ，Shining Shining， 有冇想參加填詞啊或者編曲啊？填詞其實呢一方面，我已經最近認清咗自己係冇呢方面嘅聽力，所以我就冇去特別逼死自己一定要填。咁但係我嘅 demo 咧都有填到有啲難嘅，即係都要照填啲字。咁但係你話填詞，我真係冇特別去深究自己呢個問題。啊，咁樣問第二新嘅啦。好嘅，第二題啦，就係問咁，即係你可能而家又要翻學啦，做歌手啦，其實好似好忙咁，你都冇乜時間做。好似好忙，你唔好講我咩，係我真係好忙。咁都好忙啦，冇乜時間做其他嘢，咁我會平時有冇啲咩減壓嘅方法？減壓其實我比較好彩，因為我減壓嘅方法咧，我最近咩嘢啦，所以我減壓嘅方法其實真係少咗，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幫助咗我唱歌嘅。所以其實我減壓嘅方法就係、是。那個方法就是寫歌，但寫歌其實都會幫助到我唱歌的事，所以其實我都比較幸運。
即係唔需要讀中文呢樣嘢去減壓，但係嗰樣嘢可能你做完之後會覺得嘥時間。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自己我如果減壓係打機咧，其實我自己本身覺得打機係一樣浪費時間事。如果我自己嘅話，因為我覺得打完機之後可能覺得不足，咁但係每個人都唔同，可能大家即係有啲好中意打機嘅人，佢打機係為咗開心，我覺得係需要咁樣做。大家都好想知，因為覺得會有一個人 show 嘅，咁你哋有咩 project 可以？我諗暫時都係做咗呢樣廿四小時不停啦，同埋聽日瞓醒覺再嚟啦。因為不過我自己暫時嘅計劃就係寫歌俾其他人，係咪？寫歌俾自己，咁畢竟都喺創作上面，唔係就可以突破嘅。因為拍 vlog 嘅，你鋪 YouTube 㗎？你的 YouTube channel 係咩 ？Dorothy 應該會叫 Dorothy， 應該我未有嘅，即係你呢個係出道作品嚟㗎。可能係。Hello Dorothy， 觀眾。你好。你好。我諗下，可能叫 Dorothy。我可能叫 Dorothy， 或者可能叫茶碗蒸咯，即係我新嘅蒸。茶碗蒸。茶碗蒸咯，係啊，叫茶碗蒸。咁我問你幾條問題啦？幾條？係啦。我問完啦 ，Evan。哦，好，真係可惜我同你相處嘅時間冇咁長。我想問咧，即係而家開始，即係都好投入工作上面啦。咁如果你工作上面有啲樽頸位嘅時候，你會點樣處理？我工作嘅時候有啲樽頸位嘅處理。我有係咯，即係我相信，因為我係相信呢個工作，即係我係相信自己，每一直都 stay 喺呢一個。尊敬我哋，我唔信自己有一日會突破到，所以其實冇乜，我人係冇乜咁擔心一啲未到嘅事，好少憂慮嘅，少少正面啦。但係你可能要問啲咩？係啊，係啊，咁樣大家聽唔聽到啊？聽唔聽到 Dorothy 嘅心聲？咁跟住咧，第二條問題咧就係想問咧，因為都就係關於 Gen Z 啦。係 Gen Z。Gen Z 其實係講緊 Generation Zoomer。哦，原來 Zoom 係 Zoom， 因為係我想談 Zoom， 可能係因為咁，係啦，佢咁呼 name 就係 Zoom。Generation for off，Generation of Zoom。就想問下，如果即係而家都越嚟越多 Gen Z 可能會跳出自己嘅框框啦，咁我想問，你會唔會有啲咩説話想俾佢哋，即係鼓勵下佢哋或者建議咁樣？有啲咩説話鼓勵我哋？即係放啲 chance， 我都得兩年就唔得啦，即係我咁樣我留翻兩年，咁樣就點樣我都買車邊，你都係留翻啊？講完出色啊，都可以都係靚仔嘅，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連我咁樣嘅財力都得，即係才華嘅財。即係咁樣嘅能力都得嘅時候，你一定得咯。即係我留翻兩年都可以搏到上台，仲要係咯。咁啊，直到依家呢一期節目咁樣嘅時候，絕對係。係啊，愛曬絕對有。我以為有野豬，啲野豬已經嚟到銅鑼灣啦。我以為海洋公園啲嗰啲野豬已經識覓食過海啦。咁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冇啊，冇乜所謂啦，咁樣玩下啦，咁下。即係我覺得 Gen Z 特別多嘅時間，即係比起好多，可能即係其實我童年出道嘅時候，有啲係廿四五歲人，佢比我更加急啦，所以我急物咧，即係就諗係咁樣。咁跟住就係最後一條問題啦。係好啊！你而家出咗八首歌啦，咁你哋而家會唔會想可能挑戰一下啲唱跳嘅歌曲？唱跳？少少動作㗎？梗唔會啦！This is not even a question， 真係，即係我。因為我覺得跳舞呢啲好睇，好睇天分，即係好睇你。因為我覺得跳舞咧係一樣，你技巧好未必跳得好。即係有啲人咧，可能佢唔係識好多年嘅舞種，但係咧你無啦啦覺得佢咧，即係跳得好有魅力，好啱嘅。即係你唔會覺得佢生硬，但我有見過一啲人咧係學好耐跳舞，但係你硬係覺得佢啲舞即係好生硬。雖然我適合跳舞啦，咁我就覺得我係後者，所以我係唔會跳。即係跳舞啲留翻俾 Ada 啦，我哋公司定啦。嗯。
我會做後面嗰啲背景嘅。好啊好啊好啊，咁咪好啊，好啊，哦冇啊，咁快，好啊，咁咪唱下一首歌咯。下一首歌咧，有冇聽過？呢首歌你嚟聽啊，英文嚟嘅 ，Let us。Let us go than you and I。最緊要一樣嘢，大家聽呢首歌。是不是好像我咁都用 KK Box 聽先？係，係啊，一定要用 KK Box 聽啦，一定要用 KK Box 聽啦。係，好啊，咁啊，嚟啊！你咪你唱唔唱歌啊？多唱少少啦。少少啊！哦，咁 Elvis 咧？是你得不到谁，谁在偏袒，谁在思念，谁在每段故事，悲伤最放入你堆，没有你放于心里，浪漫潇洒怕入去，快乐未一定。会相随，晴天很美，天空只快要流泪。假使什么都不对，假使什么都失去，都一转身灰暗又占据心底里。继续去，失望疲倦，害怕什么都击退，感激着昨日是谁，敢于勇往又是谁？天空若突然沉重的暗影不退，困倦里。欢迎邀请 Dorothy 的手指帮我去录低个谱啊，做唔做到啊呢个？好好。找不到自信面对，情绪让快乐荡去，但是不甘心归去，放弃最挤而最干脆。你坚持再豁出去，再戴上勇气的面具，想做的又再荡出，为得自尊粉碎，我最多走到这里，以后便靠你冲过去，你冲过去。这一次超眼泪，今天什么都失去，消失漫天风烟里，这生命未来其实好藏于手里，继续去。一转身击退，推翻认知的琐碎，写失恋新的一句，今天就可复磨练开往过废墟，尽或退，放手去。
是信我都不对，是信我都属你，这生命克服磨练都也打不碎，继续去失望疲倦，害怕一切都击退，感激着昨日是谁，敢于老往又是谁，天空也突然沉重的暗影不退，继续去放手去，开发你心的秘诀，第七屆KK 歌茶園大使 Choir 的一首合唱歌曲，咁啊之後。